净空老和尚、日本关西弘法行来到奈良的华严宗大本山东大寺。东大寺是世界最大的木造建筑，殿内供奉高15公尺的毗卢遮那佛。这一个佛像，这一个殿堂，在佛就是一体。まあこのねこのお堂、またこの菩薩あの釈迦は菩薩が本当に我々が宇宙を一体と表現する。信仰者。华藏卫视陈总裁陪同净空老和尚与东大寺馆长森本恭成法师会谈，老和尚以自身的例子谈到以四摄六度促进宗教间的相互理解与和谐相处。哎，他是教育部长。我们的联络工作都是由他来。他是 AC TV 局的亲属在。我们那个时候那个团有20多个人。访问韩国、日本，行程1个月。在韩国1个星期，在日本就差不多20多天。30年前你们都很小。30年前娃娃。是啊。30年前那你不小了。20几岁了。不是，是他们了。私は日本語は少しだけ。我第一次来是30年前，刚好30年。師匠さんはね、30年前に丸30年前にこちらに訪問し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そうですね。当时也是馆长接待我。48歳の時、その当時も当時の会長様が接待していただきました。まるで30年後にまだ会長にご挨拶して本当に嬉しいでございます。在那一年我48岁呢。就是その時師匠さんは48歳。他说30年後的事。まるで30年後に78歳で森会長様にお会いして本当に嬉しいでございます。で、上皇さんもね、こうして世界、各地でですね、仏の教えを説いておられるというのをお聞きして、尊敬いたします。他说他也看过师父上人的一些资料啊，看到师父上人近年来在世界上做这个弘法利生的工作，他看到这方面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尊敬。这个我是前2个月，访问了梵蒂冈，埃及的伊斯兰大学，我看到的时候也非常的伤感。那么正同馆长他所见到的一样，现在这个天主教，你看看教宗每一个星期接触这个信徒一次，好像是星期3。那么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信徒总有10000多人，每个星期都这么多。那么他们的活动呢，也就是在一块祈祷，他底下几个红衣主教念一段经文，带着大家祈祷，没有开示，没有教导他们，这个我们感觉到非常遗憾。我们所看到就是这么好的一个机缘，我们讲机会教育，这么好的机会，来自全世界各个地方的代表，不能把教义讲解给他听，
这个机会失掉了，非常可惜。啊，但我们要教人家怎么样包容，啊，怎么样能够爱护啊这个世界，爱护众生啊，爱护这个地球，化解冲突，促进和平。所以宗教教育啊，比什么都重要。宗教教育的时候，现在只有靠我们自己，很认真努力的来把它发扬光大。所以我们这些年来的时候，自己的教学呢，我们开发的远程，啊，用这个网际网络跟这个卫星电视，产生了很大的效果。那么最近几年呢，我们团结不同的这个宗教，啊，新加坡9个宗教，我们组团一起去旅行啊，在中国去访问，啊，那么现在这个印尼的这个宗教团啊，宗教团由国家来发起来组织。啊，我们第一次访问到欧洲，那么现在这一个月呢，27号我们就访问中国大陆，那么他也请我做顾问，啊，所以这个呢，我们把这个很多不同宗教团结起来，这是一种好事情。啊，对。シンガポールはさっき9つの宗教があると、当然イスラム教徒もたくさんいると。よくございます。もちろん、はい。そのどういうようにして仲良くしていくか。他说：“师傅，你在新加坡啊？刚才听说，对，新加坡有9个宗教。那么他那里面呢，一定是有伊斯兰教。有伊斯兰。他说：那师傅跟伊斯兰教交往的关系非常好。用什么方法把关系处得那么融洽？请师傅指导。啊，我们用这个佛教里面的四摄法，四摄六度，就用这个方法。”師匠さんもね、あの仏教の中に四捨法ございますね。四捨法と六度。その方法を使して、あのお互いに今世界中に各宗教が不是不是不是。はい。各人々にあのお知らせしております。四捨。四捨法。四捨法。四捨法。はい。四捨法。はい。六度嘛，对，四摄法，こ れです。はい、わかりました。四摄法。お釈迦様教え。这是佛陀教给我们的。これはあのお釈迦様教えてくれましたので、私ただ利用するだけ。这个四摄法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公共关系法，就是交际法。この四摄法は今の言葉に言うと我々交際法でございます。很有效果。我们用这个方法很有效果。的になっております。前にたくさんなんか本いただいたでしょう。这个是印度尼西亚的这个宗教团。あ、いただきました。前菜通りの。はい。はい。見ております。印度尼西亚的宗教团。印度尼西亚宗教团。修道。印度尼西亚的修道。はい。修道。グループです。はい。这是罗马的教宗。嗯。这个是新加坡9个宗教，九个宗教宗教团。9つの宗教団。这是梅加瓦蒂他们的总统。梅加瓦蒂总统。大統領ですね。所以四摄法非常有效果。この四摄法は本当にいつかして今の世界中に回っております。对。我去年在泰国开会，它是联合国的一个和平会议，在泰国大学，这个召开的。那么在那个地方，我认识了这个，他们的这个副总理，查瓦利，啊，查瓦利副总理也是他们国家的将军，三军总司令。那么我在那住了一个星期，他接待了我2次，啊，在他家里请我吃饭，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很好的机缘。他们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从泰国皇上啊，都是虔诚的佛教徒。都是佛门的护法，非常难得。那么我们正好遇到，就是泰国的皇太子，啊，他做50岁的生日，啊，他发愿呢，给这个出家人建一个医院，啊，因为泰国出家人有20多万，那么周边的像缅甸呢，辽国这个附近的时候，大概也有20万，所以总共那一块地区出家人大概有40多万的样子。那么没有这个出家人医院，小陈呢，他戒律比较严，他这个在一般医院非常不方便啊，所以皇太子就发心，
给他们建一个医院，也作为他自己这个50岁的生日。哦，所以我们去的时候正好遇到他在筹款。哦，那么筹款的主任呢，就是查瓦利。哦，查瓦利他是筹款主任，所以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医院预算有多少钱？他说预算大概美金250万。我说你现在筹了多少？他说差不多将近50万。啊，还少200万。我听到这话，我说我送他200万，对不对？我们大小城的关系就融洽了。我们这样子帮助他，小城对我们就很尊敬了。所以他现在在建造嘛，他建造好了之后，他开幕的时候要请我。那么这个他的皇太子、太皇夫妇啊，听到这个事情，对我们都很尊敬，啊，都很欢喜。今その話をお聞きしててですね、タイの国がおやりになってるそのタイ仏教についてのこの接触の仕方ですね、はい、タイの皇室のあり方とか、はい、なんかこのちょうど東大寺ができた頃の日本の国と仏教の関係のような感じがしますね。他说从时代上来讲，泰国的那个小乘佛教呢，跟我们东大寺刚开始建的那个时候应该是差不多，所以说他们对这个小乘佛教也非常的尊重啊。对，是的，也希望能够互相的交流东西。现在这个世界非常需要华严，只有华严才能够解决现在这个社会问题。だから今この時代には本当にこの結婚教ね中の教えが一番大事と思います。結婚教の教え。結婚教。結婚教。結婚教の教えね。結婚教も講座ずっとやってる。今の社会とても役に立つと思います。华严五十三参，这53位善知识，就是代表我们现前社会男女老少各行各业，我们怎样和睦相处。所以，如果是将来有这种机缘的时候，你这一年有个一次两次。短期的华严学习啊，这种讲座啊，时间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啊，这个可以就全世界对华严有兴趣的啊，大家在一起学习，那我们在一起上课，一起讨论，那讨论的时候，同时我们就摄像这个就能在这个网络在电视里面去播放，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这才产生效果。かつてのアメリカで、フリッチョ・カプラっていう人の、はい、フィジクス・オブ・タオイスムやったかな、はい、それが出た時に非常にあの華厳経というのが優れてると、はい、いうことで宗教を超えたね、はい、教え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を。他说在美国啊有一个宗教家他是一个天主教徒但是呢他是把宗教已经超越了宗教，他说他不但研究他本宗的这个教典，他也在研究华严经，不错，他觉得从华严经当中会找到了很多答案，不错，他说他这种想法确实是非常好，这已经超越了宗教的，对，不错，不错。いやだけどね、日本のその仏教のあり方としてはですね、みんなセクトに分かれてしまってね。で、例えば南無阿弥陀仏、南無妙法蓮華経、南無大師金剛遍照と言ってみんなそれぞれ違うんです。だけど共通のものはお釈迦さんだと。他说没有一个共同的那个祈祷这个。对对对对。他说，比方说，有的说是南无阿弥陀佛，对，不错。有的是南无妙法莲华经，嗯，那他们就是南无毗卢遮那佛，所以说这个没有一个共同的那个祈祷的那个很不同。把每一个宗派那个共同的合在一起就共同了。だから師匠さんのね考えるとやっぱし。各宗教、各宗派のその共通してる例えば南無阿弥陀仏でこちら南無釈迦牟尼如来、嗯，それでまた南無法蓮華経，その一つを共通の中に一つをしてお互いにそのあのなんていうのあの集中して共通項をね、はい、取るとしたら、はい、やっぱり一番最初に仏教を唱えられた釈迦牟尼、はい、釈迦牟尼、に落ち着くと思うんですよ、ね。是，他说那个最まあ我们哪个宗派来讲，我们最尊重的还是释迦如来嘛。啊，对。就用释迦如来。释迦如来为第一个。
为第一。釈迦牟尼は第一にして、であとは、あとはそれぞれね、おやりになったけど、一緒になった場合はね。釈迦牟尼佛这是我们的始祖嘛，那我们的本宗摆在第二个，那其他的就按照这个顺序。釈迦牟尼様は我々のあのこのサバ世界に教えてるその宗教のあのなんていうのあの諸宗でございます。八名のね、はい、あの思想思想ですね。はい、だから我々がその本尊はねいろいろな本尊様ございますから、やっぱしどんな本尊様でも釈迦牟尼様から我々が教えてるのその後にそれぞれにその方がいいと思います。だからあの中国の方でね、はい昔は多分そういう言い方もあった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はい、私は、はい、我々が今、はい、あの東大で唱えてる言葉の中に、はい、南音徳ですね、音徳、はいはい、それから徳ですね、はいはい、あの、はい、徳の徳、はい、広い広大、広大ね、広い大きい、はい、広い南音徳広大釈迦牟尼仏というのを一つのリズムを持って、唱える。はい。他说在中国啊，他说他想象当中可能在中国过去呀、啊，我们讲的南无恩德广大释迦如来，这个他们现在呢还一直都保存着这个。哦，保存着。这是唐朝的时候、啊。对对，唐朝时候。不错。他说如果用这个会不会好？就是南无恩德。广大广是对不错不错广大是我知道我知道他说释迦如来就是我们的本师对本师哎他说用这样的会不会更好可以啊所以もいいですね不错そうですね、まあ、あの中国はまあそういうことを言っていた時代があったんでしょうけども忘れてしまったんかなとあ过去呀可能我们中国的祖师大德们是这样念法一直都传到日本嘛、啊、对那可能现代中国的佛教已经把这个忘掉了释迦本师的恩德给忘记了忘掉了そうですね忘掉了昔はねそういうのは所以中国最近这个两百年当中佛教产生的变化很大我自己平常念的时候三称就是第一个是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第二个是南无本师阿弥陀佛我们净土宗的第三个是南无本师毗卢遮那佛我现在讲华严南无本师本は本尊の本ね師は師匠さんの師那么本师あの釈迦牟尼様それでまた本尊浄土宗を念仏しておりますから南无本師で阿弥陀仏弥陀で今結婚教も教えておりますから、那么比如釈迦菩薩、はい、釈迦仏、でそれを唱えております。お経の前にまあ朝の勤めでも夜の勤めでもお説法をする前にみんなそれをまあ参照しておりますので。東大寺でね、もう1250今年が3回目なんですけども、はい、お水取り一緒に。そこで我々が毎日、6回ですね6回そのお唱えする言葉の中に、まず初めは「南無ビルシャナ仏」「南無そのルシャナ仏」はい、もちろんもうちょっと言葉がつくんですけどね、はい、であとずっとですねいろんなその仏さんの名前とか、はい、の仏様が持っておられるその力だったり、はい、それからまあそれは要するに観音菩薩を主にしてますから、はいはい、で最後は、南無観自在菩薩、はい、それを省略して南無観自在そして最後はもう南無観と。看，有那种普利盖西、普利盖西、哈格西普。哎，他说他们已经做这个万佛明经了。嗯，对。这个法会就是啊，对对对，不错。现在是有第三次了，今天是第三次了。我们这里他说他开始呢，他念他们的本尊就是南无毗卢遮那佛。对，不错。然后呢，下面是南无阿弥陀佛，还有南无法界藏身。那个他是一直这样念。对，不错不错。最后就是万佛明经。啊，对，万佛明经就是这样子。万佛明在中国在台湾 也很流行、まあ、差不多每年过年的时候很多寺庙都念、まあ、先生先ほどおっしゃったのはその、ね、菩薩様のご名名をとの今台湾でもすごく流行しております、うん、特にお正月にはね、うんまあ、毎年それ各道場でも唱えております、うん、はい。
やっぱり普通に話をして説法するのとやっぱりその儀礼、はい、ですね、はいはい、もう非常に大事かとは思うんですけどね、はい、他说他在每次在登座讲法的时候啊，他说上座就讲法，还有呢，就是做一些我们念称佛名号这个仪式啊，对，就是祖师传下来，我们以这个仪式哈、啊、来做呢，那个心境会不一样。不错。哎，他说那个听众的那个修受力呢也不相同。对。他说还是用这个祖师传下来这个做，对，这是最如法的。对，不错，不错，不错。そうですね。おっしゃった通りでございます。ね、その点、カトリックは教会音楽というのが、はい、できてですね。はいはい。そしてその近代西川塾に従って、まあ、オーケストラもでき、はい、そしてミサですか、はい、仏教の方は そういう組織的なことまで発展しなかったって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よね。他说像那个比如说像那个天主教啊，他们在做什么仪式前都要唱歌，对，唱圣歌完了之后再做其他仪式或者简单的开始。不错不错。他说那么我们佛教呢也是如此，对，也应该要按照这个仪式啊做下来会更好。对。这是花叶探险记，探险记，这是新用品。好，先生。您那开工票呢？啊，会用账号啊。代金就要那啊，特点的些。哎，谢谢。这是《妙法莲华经》。这是53餐，53餐，53餐，师傅太重了，太重了，大包一斤，太重了，大涅槃经，大涅槃经，还有大涅槃经，这是，これ手工用のこの全体造形の話を、はい、日本はね、はい、漫画が盛んなんで、この頃大学生でもあんまりね、はい、活字の本を読まない、はい、漫画にしたらどうでしょう。他说他现在正在画善财童子的，那个53幅漫画，他用漫画，用漫画形式，要一般的大学学者都能够接受啊。对对对，大学生的反应叫这照顾别人打开。这一幅是千手观音，こっちから差し上げるもんなんで。啊，神居看到什么？神居看到，嗯，这个是这个观音菩萨这里32个面孔就代表32亿。看到什么呢？32顔呢？これは本当に開運経の中に32箇所のお参りも代表しております。这32印就是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で我々はこの世の中にどんな人々でもどんな体どんな何ていうの形で突破するのは観音様との変身して助かっております。所以中村康隆老和尚说，全世界所有宗教的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化身。だから，所以我们以后也希望大家画这个像的时候，先画耶稣。画不成了，都是啥的画，都是观世音菩萨。師匠さんはまたある画家にお願いして、その中の我々がどの宗教のいろんな宗教の顔を描いていただけます。啊，是啊，所有宗教都是一家人。好，好，好，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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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是在日本东大寺，日本东大寺是奈良八大世界名景之一。那么我们现在从东大寺访问出来，他们的副馆长陪同师傅要参观整个这个东大寺。我们刚刚呢碰到就是来这里远足的小朋友，师傅送给了他们爱字的挂牌因为小朋友太多了，所以就先给他们老师，由老师去发给他们，他们都非常的高兴。他们还问师傅说，为什么念佛要敲木鱼呢？小孩子实在是很可爱。那拽台或者叫你 PS 三九，大舅不大舅。我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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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